你也太霸道了啊！哈哈哈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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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哈哈
我杀你吃啥的？喝下，小亮，我俩。飞哥，你来，等我推你那座呀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太黑了嘛，看不见说呀。放点葱，放点姜。飞哥的。 筷子不能少，撇去浮沫，咱们先炒一下糖色。这糖色就炒上了，赶快加水。做这么大的排骨，我估计一锅都装不下。哎，还行了，来丢丢咸盐、胡椒粉、生抽、葱姜、花椒、大料、干辣椒、桂皮、香叶、小茴香，再来点飞哥的台子。 水开，小火慢炖，2个小时啊！我给你翻，小伙子。其实现在换手机一点都不贵，给大家推荐最近很火的转转 APP， 看我这个华为荣耀还能卖八九百呢，这样再加几百就能换华为 Mate 了。快去左下角，看看你的手机值多少钱呢？时间到，开盖！你们以为这样就能吃了吗？我还要烤它一下。哎，啊，开盖！ 向你开炮！你能弹腿？能，赶紧走。来，说，飞哥，再烤半个小时，吉时已到，开枪放粮。哎，烫了，哇！ 来劲！哇！哎呦！哎，好，谢谢。哇！耶！哈哈哈哈哈！你也太霸道了啊！外脆里嫩。 太过瘾了！